这光线好漂亮啊！我跟毫无感情，全是自己的。真的啊！哇，好漂亮哦！哎呀，可以！我们现在在摩天轮的最高点，我们现在要跟全世界呼喊，我要告诉大家，我们黄队，哎，走了，我们去坐，趁现在坐最舒服。我有点混乱呢，我很想赢耶，大哥。我也是啊，我也是，我也蛮想赢的。大哥刚刚这样子的时候，我有点很大力这样。好啦，但我们这局对拿下来，至少拿下。对对，赢得很赢得漂亮，赢得漂亮。今天可以说服对赢球逆转了，逆转。中场那个他们那一道先拿去，然后最后尾巴是我们的，对，希望你这样。先让他们享受一下。哥哥，不客气啊。没关系，辛苦你了。团队，团队第一的，好不好？还是荣耀。团队第一的，我们在下面等你回来。哎，没有啊，你好。这个高你可以承受的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你要往下看就好。可以啊，没问题啊。OK， 我们要准备坐摩天轮啦。耶！好浪漫哦。十七分钟很快啦，我等一下眼睛就一直闭着，可以吗？我不用怕啦，冲着队啊！不要怕啦，不怕。跟你老婆分享。对啊，说这边是多么的无助，多么的无助。哎，里面好像有点凉哎。我在这边玩呢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换位置。我看看写215米。我们就全程来观赏，用自己的角度。来迎接我们这个第一场的胜利，耶！你以为这个只是过场吗 ？No， 我们要一路赢到最后。没错。对。哎，哥哥，你看后面很漂亮。不用，我前面就完了。那是下龙湾吧？我们今天后面是是吧？对，下龙湾。哇，好美哦，好浪漫，哇，好美哦，这个景。等一下，在最高空，我们要一起大喊，要这是要。要一定要赢！我们现在到四分之一了哟，我们已经到它的平局了。哎，加上终点应该会很高，其实现在就好漂亮。越南其实蛮多地方可以玩的，其实这边蛮像美国那个拉斯维加斯，对的，放松玩，放松玩，度假的。哇，这光线好漂亮啊！我跟毫无感情，全是自己的。真的啊，哇，好漂亮哦！哎呀，可以！我们现在在摩天轮的最高点，我们现在要跟全世界呼喊，我要告诉大家，我们黄队，就是要拿下胜利 ，OK？ 要赢！